我跟庭柔就是有组一个哲学爆米花的课。那其实我们这个初衷其实是，我们是本着我的实践计划而做。然后我们的实践计划有点想要挑战两件难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是把哲学带入乡村，第二个是把哲学带入国中生这个年纪。然后本来通常我们在讲哲学教育，通常都是都会比较有那个可能中产阶级比较会希望让小孩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也一样，就是通常是儿童哲学，就是所谓儿童可能是12 K to 6，对，然后或者是15到17或15到18，然后但是这中间其实会比较少，然后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再加上大家每个人其实走教育的人都知道说什么东西都跟哲学有关嘛，自然啊、数学啊、然后生态啊、自我探索。所以哲学好重要哦，然后大家在教育哲学或哲学教育，但是大家没有人知道说到底哲学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是比较是探索式。然后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是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课，其实我们透过跟学员的参与，我们后来产出的那个规则跟一开始的非常不一样。我们最后会希望是真的自己可以有设计教案的部分，然后真的可以实际去运用。好，那我们我这边我看一下，所以动机就可以跳过下一个。好，那我们大概是有几个。第一个是我们会有讲座，会请不同的讲师，然后每个讲师也真的那个都很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再来是我们很鼓励大家可以去各种不同的营队馆，因为我们最后会希望哲学带入乡村教育，乡村的方式是透过办营队，然后所以我们去任何营队啊或是课都可以去见习。再来我们会希望有读书会，因为哲学你还是必须要去真的有一些经去碰出一些经典。然后再来就是有分享会，大家互相分享的这个过程很重要，这样子。下一页。然后这些是我们的小组成员。下一页。好，那接下来就我刚才说的这个讲师的部分。然后我们发现每个讲师很有趣。第一位讲师他是之前他是一位现在台大哲学研究所的一位，他也对实践教育很有兴趣。然后他等于是所有我们请的讲师里面，对于实践教育最有兴趣，然后非常认真的一位讲师，然后他非常重视讨论，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是说要怎么样促进一个班级的讨论，因为大家知道嘛，哲学里好像就是一个思辨的过程。但是到了第二位普世豪教授的时候，他开门见山就说我很讨厌讨论，他觉得讨论要有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当你跟别人讨论哲学的时候，他讨论不起来，那是干嘛呢？所以就很不一样，然后。所以他们都是很厉害的讲师。然后第三位林美良，就是前面两位是比较是中产阶级式的，然后比较学院派的。但是林美良他就是 March 老师，他是非常的接地气，然后是走就是有很多乡村教育的经验，所以就然后是非常非常具有感染力，讲一些脑神经科学，然后还有怎么样用艺术的部分帮助大家表达。他说我们在做哲学的方式常常是有点像是在审问一个小孩，或者是好像是你在被抓去那什么一个和一个就是互相审问的时候说那你的生命是怎么样，那他就开始说我生命怎样。但是通常对国中生来讲他就是讲不出来，所以你可能要透过一些体育或游戏或者是艺术表达的方式。那我们已经跟老师约好说接下来会有延续的课程，对，就很这个是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所以下一页。然后这是我们刚刚的那几位老师的分享，下一页。好，接下来是第二次的那个课程，祝家安老师就是哲学暨蛋糕的创办人，然后他给我们了一些更具体的实例，怎么样透过思想实验然后来讲述哲学。然后林君君老师呢，他是一位他在南港高中当老师，他只是运用他自己导师的，他是运用他的其他的时间或其他的方式把哲学带入课堂。然后，所以林君君老师他本身就是也是一样有很多 people， 就是要怎么样带讨论的气氛，比如说要让学生练习反对别人的意见，因为哲学很重视的是你要给不同的意见，然后通常你讲了一句话，不可能说我反对，因为就是，但他就是要练每个人就是两两练习，然后我不管讲什么，就要说我反对，因为什么什么，那你不管讲，我要再讲反对，因为什么。但是可以看得到林君老师，因为他是体制类老师，然后他有点孤军奋战的感觉，
然后我们问他说，哎，那你有没有就是因为你把哲学带入，然后接下来学校或其他老师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就说，他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当然影响还是有，不过我就是要面对其他老师的闲言闲语的话，我们这种事情就是要坚强什么之类的，就觉得有点心酸。那潘晓慧教授他是儿童哲学的一位资深教授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授课状况，然后。就是欢迎大家，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要问？后续有什么报告？后续的话，我们有读书会，然后我们会有开始讨论，讨论我们要怎么样设计一门课程。然后这门课程呢，我们是希望可以带入现场，目前有可能是跟书屋他们合作，或者是跟带入听友的那个三民国中，对，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有兴趣的学校会给你。对对对，反正我们都会公布在那个大群组或者什么，或大家可以直接追踪我们的哲学爆米花的资管这样子。那邀请你来上课要付多少费用呢？如果我们要一起分担的话，就会请大家一起分担，因为其实它也就是我们也都有自掏腰包，就得一起分担。那如果不用的话，就大家开心。那你说请来学校，请你来，你们设计这堂课，然后比如说国中生的班级。哦，当然可以。这样的话的费用怎么计算？我们吗？还是的。我们的老师吗？我们的老师吗？你是在是老师，是老师，是老师，是老师。可以啊，我们就是。到时候跟国中生分享是你们吗？对。可以，我们私下。私下。哎，几月？